让他知道。接下来呢，带我们今天第一首歌。那我们蛮久没合体了，我们一周合体一次这样。对，那接下来带来来自周杰伦的《稻香》。稻香啊，好，好吧。好，接下来再来来自周杰伦的《稻香》。其实我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，大家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。那今天我们表演看到十点半，然后我叫陈以谦，看到袁宇森。对，然后我们两个是高中的热音社的，就他学长，他是我学弟。对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看起来我像学长，你像学弟。你就是看起来比较操劳。哎，林俊杰。看一下，小林俊杰，小林俊杰。然后接下来带来那个，他们昨天是在 AV， 他们在那个小舞台。我有看到。对啊。接下来带来那个小林俊杰，一个是小周杰伦。好，接下来带来来自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今天就由《稻香》来揭开我们的序幕啊。好，那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留到最后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到晚上十点半。这世界如何？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堕落？请你打个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，成就算没有拥有。周杰伦的《稻香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